而家咧可以由呢个西湾河坐船去呢个南将军澳南，或者由呢个将军澳南坐船去呢个西湾河，全程20分钟。咁呢个就系嗰个班次啦。咁成人就16.8，小童就8.5。咁如果揸绿油卡咧就2蚊。咁呢个系西湾河个1号台阶啦。咁喺呢个加坑湾隔篱嘅啫。咁呢架就系嗰架渡轮啦。咁上船就系呢个筲箕湾避风塘嘅1号梯台，即系加坑湾隔篱嗰个码头。
咁落船地點就喺呢個將軍澳嘅海濱公園嗰個南梯台位置。感謝觀看，記得訂閱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